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豹哥，我是小慧。今天我们在越南的农村，今天来有什么话啊？有什么事说吗？就是我们现在上次不是给小燕子接回来了吗？但是呢，他爸的又说，他家的人那么多，不好住。不好住，现在就是讲到他爷爷奶奶家住。是。上一期视频我们在吃晚饭嘛，好像他家，房子是确实小燕子家不好住，是啊、爸妈一个床，他妹妹一个床，还有他，他的哥嫂子，他家一共三个床，上面孩子生命网，吃了饭，我们呢，要么到他爷爷奶奶去看一下，是，对吧？现在就只能那个了，再给他。带到爷爷奶奶这里了，他不可能天天让你在外面租宾馆住是吧？但是他爷爷奶奶，你看我们他刚刚骑摩托车啊，都是个悬崖峭壁的，都是这种路。哎呀，帮我坐在后面啊，吓死了！哎，这底下就是悬崖峭壁，让我有点害怕。他这里的爷爷奶奶的这个房子住在个底下，根本没有水泥路。都是这么大的一个小路，妈，等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山上弄下来的不容易。这里你看，人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一家人就是在一个山，就在一座大山，就他一家人。是，网络也没有，网也没有，有钱没地方花。对，有了钱没有地方花，还没有弄。我们带一下面给他爷爷奶奶吃。还有就是讲小燕子的问题啊，虽然他爸妈接收了，又多多省省，我们2000万越南盾也给他哥哥了，对吧？以后小燕子的婚姻就他自己做主。我跟你说，虽然你是给了2000万，但是呢，他爸爸。妈妈又说不好住，一直说他爸爸现在同意是不让小燕子嫁给那个脑子有问题，但是呢，他爸也不太受欢迎，让他在家里面住。对呀，这一个人我也看见，他说脑子不好，就是像我们上海人讲起来，我叫港度，话叫港度啊，港度，对吧？他小燕是一个正常人，这也不行啊。包哥把这个钱花了以后，把小燕子带到我们中国。啊，那你什么时候带他去中国呀？过几天把他带中国，我们让小燕子有工作找个工作。好。没有工作的话，包哥开直播，就让小燕子在直播间与大家中国的粉丝互动互动。好，那现在先让他在爷爷奶奶这里先做帮个忙啊，帮忙，帮干点农活啊，也是他爷爷，因为爷爷奶奶离他爸妈，大概也是3公里路吧，三个山啊，接了一个三四公里路啊，在个底下，对吧？小燕子，就这个，你告诉他就是这样。好了，俺我这没后娘，没翁，后娘翁留在中国，好吧。然后我们就去看一下，好吧？等一下我，哎呀，你大家看一下啊、哦，从刚刚我们从这个小路啊，下来的都是悬崖峭壁，这个小路啊，底下就是大山，我骑了这个摩托车很害怕，也是这里都是农田，大家搁底下都是燕子田，都是大山上，这里没有信号。我们刚刚骑了2部摩托车，过来看一下，他爷爷奶奶的房子也是这么一个，这个是西门走吧，就是这里也行，哪边走、这里也可以，让燕子跳走哪了、这里，好吧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把灯开开了，有灯吗？没电了，有灯吗？这个他奶奶，哎呀，奶奶，好像奶奶岁数大了，奶奶半月多了吧，半月多了，八岁，这是他爷爷，63岁，他爷爷，对吧？爷爷，你好，你好，好的，
啊，你好，你好。爷爷是64岁，奶奶63岁。爷爷63，爷爷是多少岁啊？64。64。哎呀，他个63，看着岁数也更大。他家的房子就是这样，给你这个面，给你。妈，让我摸摸这把呢。好不呢？他说谢谢。你这个孙女啊，以后就睡在这里，让她睡这里。妈，那明天交给孙女的呀。他说可以。让他睡这里哦。行，我的呢，我的呢。没有事，我们也可以把他带到中国嘛。对吧？做饭呢？这个、他这里是大农药的。做饭哪里呀、啊？在外面看一下，家里养了一点鸡呀、啊。这个是小鸡呀、啊，这里是边门。这里是后面是大山。毛哥，你看这个什么？在中国肯定是没有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是香蕉。香蕉怎么是青颜色的？还没熟，但是在中国肯定没有这样的。我可能没看哪个嘞。有啊，他说很多。好、哦，可是他不会用，这样我给把这这哪里用？我管到那东哦。来到旁边去看看啊。啊，没给那个人，好吧？啊。哪里还有一间？这个是做饭。这个是养什么？是柴。这个是养鸭、养鸡。养鸡、养鸭。这是厨房啊。看那个谁的？哦，厨房好凉快哦。厨房。是厨房吗？厨房。哦，这里厨房。晒的竹笋。这个晒的竹笋。晒的，晒的，哦，晒的，哈哈，妈妈的，这个做饭在这里，烧饭在这里烧，碗呐、锅碗瓢，碗这里，都是做之前的房子，还有这些鸽子、鸭子，都是随便放，是不是啊？还有好多的鸡，这里还有水吗？水是在这个山水、这个是山上的水啊、山上流下来的水啊、山上流下来的水可以吃吗？那我弄了呀，可以可以可以喝。哎呀，啊，好清澈。好清澈。小魏。是吧？我妈就把个人就喝着。好凉快呀、哎呀呀，哎呀，你喝了？你要不要还喝一口？我不能喝，不喝，肚子痛。你喝不好会肚子疼。肚子痛。养的这些农作物。鸭，有鸭。有鸭。刚刚他这个大概里面养的，小动物是什么？大概哪个？来给我们看一下。看着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。Vịt bé。啊？养的小鸭，小鸡。哦，是这个。啊，一哭。啊哈哈哈哈哈哈。哎。这还有电呢。有电呢、我以为没有电。在这里也可以适合养生哈。有钱没地方吗？又给大家给我们看了。哦，大嘞，那么大，你看。安大嘞。有。高呢？这个像个鸵鸟一样的，这个鸭子啊，这个鸡，红颜色的。哥哥，红颜色的，这里还有好多的。你看这里啊，什么都有。这个什么都有哈，不需要养。想吃肉有鸡肉、鸭肉，想吃鱼呢，上面还有养鱼的。根本不用到钱。是这里啊。养鱼。养鸡、养鸭，到这个水塘嘛。是。是吧？但是。这样一个狗。但是问题是没信号，没办法联系。啊，没有信号。还是蛮好的。
我他妈管不着你乱叫个啥呀？嗯。哈哦，这个背了个小东西干嘛？背了个小腰包。把你到嘞，把准备你到嘞。他要准备忙，哦、忙了。喂，包括你看，这个什么？啊？咋办？第一双高面。这个不是这，个不是这个吗？菠萝蜜。啊，菠萝蜜嘛。啊。就还没熟。还没熟。啊，就煎了。还没熟。嗯，还没熟。我那恁那，他们买上单了，给毛，给磨呗，炒麻了。打不？还没接呢。还没熟。水、哎哦，挖水掉不？水掉了。对。这当个双了，杀斤了，把你下来。哦，你，走，我们现在去砍了香蕉，熟了，在山上啊，在那个树里面熟了。去看一下啊、是好的，去看一下，走，香蕉啊、走这边走啊，去看一下香蕉了，去砍香蕉哦。他说这里还有那个、他后面背了一个锄头滚子啊，他奶奶挺辛苦的，所以哎呀这个路还能走，慢点呢，你担心你花哦。啊，太棒了。好了。现在你就安慰。你先走，小燕子先走。慢点啊，慢点啊。没事，我们在上面了、有什么事我们是。好，你下，这个路不大好走哦。哎呀。白天不下雨还好点，如果雨天的话就不能走了。这里呢？嗯。过来。他在那里啊？我去。啊？抱过来啊。哦，我就在下面。啊，你不要过来的。啊！哎呀，你慢一点。还抱着。你慢一点。慢一点哦，给他爷爷。把奖呢？嗯，哎呦，搞不搞上去，快点，快点，用啊！哪玩意？哎呀，好重哦！哎呀，好大，这个是香蕉，好轻啊！我大家老老卡的了，哎呀，太重了！够了，紧着了，熟了，这个熟了啊！够了。嗯，来给你收个。不好吃哦。好吃、它轻的怎么好吃啊？等着，是哎呦，小燕你吃这个。轻的好吃啊。几点来？阿豆。香啊！搿个嘴就大少一个，滚滚的。嘴呀，伢条脚个就里红嘞。那撅一点点给我看。我骨头。撅一点点，不。去一点，哎，俺偷嘛，嗯，那个嘴角好吃啊，嗯，还有点轻味道，刚才有五都没偷，他放了几天？啊，忙呗，那，抬回家喽，他死了，哦，这个就上面那个大香蕉树，这么大，是吧？上面的大香蕉树哦，来来，路上路不大好走，他们很厉害，我连网络都没有。我说让我帮我弄，哎，得强，慢一点啊，快点去，慢一点，好重哎，慢一点，哎呦呵。哎呀，你抬不动了，来，你来了，好，在哪里？这里。哎呀，哎呦，
好重啊！哎呦吼，我嘿吼，哎呦吼，我的嘿吼，嘿啦啦的嘿吼，嘿啦嘿啦嘿吼，嘿嘿嘿，哎呀，哎，重死了这个。好。哦。哎，哎，看。来，哎呀。嗯，我正的。这个香蕉。哎呀。这个青香蕉啊，吃还很好吃的，能吃的。啊，能吃能吃。哎呀，等下你要不要带回去中国呀？啊，你要不要带回中国？不带不带，不方便。这个青香蕉应该还能吃一点。啊，这一，你看，一打一打的。啊，好了。现在两个人，来这样，给你这个，哎，哦，崴了吗？他说他不好意思拿，不，爱吃万越南对，啊，小燕子晚上就这里可以睡睡，啊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啊，啊，崴了肉，红矮豆，啊。好好好，啊，这样啊，今天小燕子奶奶啊弄了这么多香蕉给我们吃，今天好多的大香蕉，好吧，包哥弄了一头汗，啊，这期视频啊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啊，下期视频更精彩，感谢大家对包哥的支持与小辉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拜拜，拜拜。关注包哥，带你旅行不迷路。